中国，看到这几个斗大的字，不用再解释咱们身在何处了吧？看到熊猫哥家族一字排开，声势浩大，飞天又遁地的样子，有没有跟我一样在心中呐喊“中国功夫侯哎，真真侯”？在被熊猫哥团团包围的黑白世界中，一不小心还会以为自己中了影分身之术呢。哎，话说我的假徒儿 Michael 跑到哪去了呢？师父，师父可以了没啊？当然不行啦、啊，你得再撑两个小时才可以。师父可是我好累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师父好辛苦，好辛苦啊！你这样子就撑不下去了，怎么有办法当大徒弟呢？我怎么跟其他的徒弟当模范生呢？师父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吧，为师我就给你一次洗心革面的机会。嗯，我这边有一个考验，叫做“爱旅行小尝试在中国”。如果你可以通过这个考验，以后你想要有多少机会，为师都给你。感谢师父，我终于有机会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答对。希望你可以通过这个考验。下列哪项是少林功夫？惨了，我这师父出的考题也太有学问了，可把我给考倒了呢。这独孤九剑、化骨绵掌、乾坤大挪移，每一招都听起来好有来头的。这到底哪招才是少林功夫呢？这个答案是一，独孤九剑吗？一、二、三、你答案是哪一个呢？一，独孤九剑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哎呀，我的爱徒，独孤九剑是华山派的，不对啊！师父，这个答案呢？难道我真的没有资格当少林功夫的子弟吗？你阻我出师门好了。不，我的好徒儿，其实呢，我刚问这个问题，我们乍看之下会觉得这三个选项都不是少林派的，可是我们仔细想想。天下武功出少林，说他们都是来自少林寺，其实有无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徒儿，我觉得这题你应该算答对。哎呀，师父，您真仁慈啊，感谢师父。所以我准备了一个证明给你，来，我的好徒儿，您请起。有了这张证明，以后你要跟我请教多高深的武功，我都会教你，就拿着这个证明来找我吧。太感恩师父了，我愿生生世世当你的徒儿啊，师父。好的，那为师我呢也要去闭关修炼，你就在这边好好的继续练习吧。哦，好，有这样子的师父，我一定要更勤奋才行。来，蹲马步。我操！师父共苦路给路干呼。哈嘿，少林武功盖天塌，看我跟武功一流的熊猫哥合影一张，为这次的爱旅行画下完美的句点吧。及阿朗基家族的成员们出国走一遭，有没有被这无厘头版本的世界震惊，被这异想的世界文化洗涤心灵啊？其实在展区内还有许多我和 Michael 尚未造访的国家，等待大家亲身来现场发掘探险哦，保证在旅程中会让大家收获满满，发出会心一笑。哇哦！哇，今天跟着阿朗基旅行了好多不一样的国家哦。哎 ，Michael， 我们沿途看了这么多风景，最喜欢哪一个？哇，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咱台湾呐，台湾熊赞。台湾我也很爱，可是我更喜欢夏威夷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边可以度假，好舒服哦，可以躺在沙滩上面享受日光浴，好棒哦。你还可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跟你说，来到这里最重要的、并不是沿途的景色哦。那不然是？最重要的就是在你身旁的旅伴。哦，所以你说的是我吗？不是哎，我们要先透过测验才知道最佳旅伴是谁哦。还要透过测验呢？来，你来这边看看就知道了哦。
环游世界一圈，到底谁才是沿途最美的风景？谁又是跟你最 match 的最佳旅伴呢？就让我们用最佳旅伴测验机来告诉你。这一台有点恶搞，以趣味问答方式来选出跟你最速配角色的互动装置，可是展场中吸睛的一大焦点呢。千万别小看这乍看之下像是游戏机台的设施哦。据现场实测的使用者来表示，结果选出阿朗基家族角色高达90%的几率是自己最喜欢。你瞧，我们家 Kiki 玩得认真投入又不亦乐乎，我想哦，他可能是把最佳旅伴当作最佳伴侣来选的啦。来，这就是你的好旅伴证书。耶，太开心了，赶快打开看我的好旅伴是谁。 OK， 这是谁？何同君。是，原来我的真心好旅伴就是何同君，而且还不止一个，有三个哦。哎，都被你选到主角了，好看啊，都好听耶！啊，不还是恭喜你啦！谢谢，太开心了。所以来到这边，你也可以来测验一下你的真心好旅伴会是谁哟。耶！今天的跟着阿朗基爱旅行，我收获好多。我沿途不只看到许多美丽的风景，我还得到更珍贵的，那就是真心好旅伴何同君。啊，太开心了！喂！现在有个何同君在旁边，你就把我这个旧旅伴给忘记了是不是？我可是跟你环游整个世界的人哎！啊，没办法，刚刚的测验结果就说何同君才是我的真心好旅伴呢。哦，你见色忘友。我不是见色忘友，那不然，如果你可以变得跟何同君一样的话，我也可以说你是我的真心好旅伴。你说的啊？对啊，你说的啊。如果我可以变成何同君，你干脆就说我是你的真心好伴侣。好啊，你要变成好伴侣。你说的来啊？可以啊。一秒变成何同君，噔噔噔噔噔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加一个盘子之后，就好像何同君。耶！耶！何同君耶！我们是同类了，好开心哦！我们都是彼此的真心好旅伴。是的，哎，各位县民们啊，如果说你觉得周休二日太短呐，没有办法出国去的话，也没有关系哦。现在正在华山文创园区呢，就有我们这个阿朗基爱旅行的特展，你们不妨也来这边逛逛哦。耶！而且还可以看到何同君耶！好啦，那动漫之旅就我们下回继续追喽，拜拜！拜拜！我们一起跟他们说拜拜，拜拜！拜拜！耶！喜欢旅行吗？喜欢可爱又有个性的阿朗基家族吗？全球首次在台湾展出的文创艺术特展《阿朗基爱旅行》，绝对可以满足你热爱旅游又钟情手绘疗愈作品的愿望。买万坦没时间出国观展，不要望着海外部落客发新的文凭房了。现在就打包好你的好心情，多余的烦恼和忧愁都从行囊里丢掉，随着阿朗基的众家角色展开一场华丽又开怀的奇幻旅程吧。